哦，那还有不错，那还算比较好的。所以，那我就讲一下比较进阶的课程啊，哦。那如果是比较不熟的，不要担心。看老师一本是目前书最红的一本啊，因为这边然后全都在台湾找不到有中文的。然后老师就把它一个一个这样翻，然后把我的实际上的经验就把它写下来哦。然后你们等一下中间的休息，让你们先稍微看一下。这是目前最后，那时候印了一些几本，还有几个朋友那时候就想要去看哦。那几个图书馆说一下看，我说哎呀不要，那个小书难登大雅之堂，等你们都完成之后，好不好？那个可以这么厚，哎，我们知道，但是。我们要介绍乐师之前，问一下大家哦，我有先发讯息给你们，昨天、今天早上发影片，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今天呢如果你有答对，老师还有特别准备一些小礼物哦，宜兰所有的地图啊、还有老师在上礼拜有去那个花莲。花莲的整组的明信片，全都是原住民的。那看看我们现在人比较少，赶快就先放出去了。但是前面你就大概有印象，因为答案都在这里面哦，答案都在里面哦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算是基本的，就你如果还有印象，老师在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，你们曾经过一次，那大家对的印象熟不熟？所以这一次呢，特别也再做一下，因为想说这是倒数的第二堂课，那我们接下来的最后一堂课会落在6月16号，哦，6月16号，因为中间老师有出去的部分啊，来看到了哈，这边的哎，老师嘛，对吧？好，你大家先看一下啊，这都是老师整个混合的重点部分。那在之前呢，我也在台大那边有稍微上跟他们一些分享，他们很喜欢去自助旅行，所以老师就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把它全部接下过来啊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你像中间这边的城市啊，这个是在哪里？在利马索尔的部分啊。那左下角这张的地图，就像你们所看到的这一模一样。哦，等一下把电灯打开，你就可以了。因为等一下电灯打开就泄题了，知道吗？哈，好，然后呢，再来看一下中间这个呢，是在 Paphos 啊，中间这个叫 Paphos， 在右手边这个呢，在有 Love Bus 的这个老板娘，她在哪里？她在纳拉卡啊。那这个其实也比较有印象哦。那慢慢就稍微跟你们稍微介绍，因为这花的时间呢，可能两个小时啊、哦。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，我可能会用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。那中间如果真的还有机会，我再补充一下那个厦门湾，南法是在压轴，我们会在16号会讲南法跟巴塞罗那。那金山的学员希望老师讲什么？克罗埃西亚，哇，我真的会想不完啊、哦！那真的还介绍斯洛伐克、波罗的海三小国。那讲到法国，讲到尤其南法，在那个非常漂亮的普罗旺斯、蔚蓝的海岸，还有现在谁在南法，你知道吗？坎城一战。焦点是放在谁在身上，知道吗？我那个女星啊，演那个武媚娘那个。那个谁？对，他不是认识一个男朋友吗？对，所以讲，那老师去了两趟，那刚好早上最近还有一些朋友在哪里？在德国，在瑞士，现在瑞士还在下雪。现在在下雪了，然后呢，老师现在还有两个团体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
在日本看那个雪橇呢，讲不完，要讲立山黑布。我们讲阳明山的花中，还是花中有阳明山？阳明山的花中啊，这样懂意思吗？立山黑布，如果有各乡那时候很早很早以前就叫做黑布立山，各乡，那正确那座山叫立山，那个小饼叫黑布啊、等等啊。好，麻烦请大家起立一下，起立一下。好，这个我讲啊，大概有印象哦，塞浦路斯大概的这个地方，好，亚洲跟欧洲中间的这个地方哦，大概有个印象哦。然后呢，有看到土耳其跟伊朗来控管它的部分，所以你给我的印象特别好。接下来让你们站起来的原因是什么？有奖征答。有印象吗？我们举办过一次，有印象吗？有啊，如果你有前期的话，这后面我等一下稍微再讲，等一下就真的介绍完就泄题了啊、这个地图目前没有了，只有这一份啊、好，大概有个印象哦，塞浦路斯哦，老师还特别去买了这个杯子，在哪里买得到啊？西斯达巴克，台湾应该也没几个有类似这样，因为塞浦路斯就那么百里一遇啊。好，那它的地图形状像不像一把吉他？类似就是这样子啊、好，好，那你稍微有个看一下啊，有个印象，我看一下你的直觉。这我之前在连大学生，还有包括一些老师啊、professor， 他们都在猜啊、好，请问一下，快问快答啊、先来活动活动。塞浦路斯是海岛国家，对还错？对，就是。啊，错就画叉叉，对，就这样好。来自己选一下，答对还错？好，我选标准答案是海岛国家啊。好，这个是特试题啊，刚刚还特别注意讲，就看到了。来，请问塞浦路斯，它是欧盟吗？还是一个独立的？圈还是叉？请回答。就选一个啊，就标准就讲，现在国际上来通称塞浦路斯，它是欧盟的国家吗？对还是错？请回答。我宣布了啊、它是欧盟的一个国家，欧盟的一个国家啊，这也是测试啊，正式开始啊，要准备要送这礼物了，好来，我们来看这一班谁是最后的站的，来，请问一下。塞浦路斯的国旗是上面这个还是底下这个？自己选一就选一，选二就选二。塞浦路斯国旗是哪一个？你看，老师很坏哦。一就是上面的，二就是选底下那个。答对的一，那答错请坐下。塞浦路斯共和国，简称塞浦路斯或塞国，塞狗哦，这国家很好听哦。那跟希腊有关系，橄榄叶有印象吗？那时候朱木炎、陈思希提到冠军，是不是不是戴那个是戴那个桂冠？有没有？就是这个，像不像一个吉他？就是类似这样。好，好，好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来。第二题，塞浦路斯开车，老师这边开车对不对？自己开车在那边玩对不对？那老师有请问一下，塞浦路斯开车的位置是左驾吗？跟台湾一样吗？是对还是错？请回答。就是台湾的开车在左手边嘛，日本开车在哪里？对，所以你要猜，所以塞浦路斯开的是左手边，跟台湾一样吗？对，就是，还是错？啊，浦路斯开车跟日本一样。那这边要跟大家讲个典故，为什么很多人开车要在右边，开在左边？
美系的国家都在左边，英系的国家就在右边，日本算除外。比如说谁控制英国？香港，有印象吗？纽西兰，好，那时候都控制英国自己本身，还有塞浦路斯也被英国控制过，所以他开车站有手边。哇，你剩下不多，好，来站起，来站起来，请看一下，坐着当然也是要是了解一下，请问一下，塞浦路斯他的国家老是缺人花钱要去买东西，要用哪个单位是国家的货币？国家的美金。塞币，欧元。塞币。好，请选择一、二、三，选好来。只就答这个。答案是欧元。这是 Q2 第二题，三啊 ，Answer 是欧元啊，欧元。哇，恭喜恭喜！第三题，请问一下，塞浦路斯的首都是哪一个？一，纳拉卡；二，尼科西亚；三，利马索尔；四，帕福斯。哇，这可能不知道要猜了。反正你们分现在有八个，一人猜一半，应该有答案。纳拉卡、尼科西亚、利马索尔跟帕福斯，啊，自己选自己选个答案，啊，答案是他的首都哦，尼科西亚。尼科西亚呢，大概是靠近哪边呢？靠近北边的部分。好，等一下我再跟你讲话，剩下三个，来，第。四题，请问一下，塞浦路斯的官方的语言，一英语，二希腊语，三土耳其语，它的官方的语言是哪一个？一英语，二希腊语，三土耳其语，请回答。好，答错了请坐下。哇，希腊语哦，对呀，对呀，希腊语啊，那剩下两个，哇塞，来，你看看，还有三个，对，前面选对，我选好，现在已经都领到了，来，大家全部再起立，才第三集而已啊，来，加油，继续。好，大家都有机会哦，在这一回希望大家能够把礼物带走。请问一下，第四题，塞浦路斯南边的海边历史的城市是哪一个？海边历史城市是纳拉卡、尼科西亚、利马索还是帕福斯？请选择一二三四，然后选好了后自己相信好自己答。答对的请站着，答错。历史城市啊，利马索。好，这是第四题，立马说好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五题。好，站着来，请大家注意看哦。塞浦路斯国土面积比台湾大。对，说的对呀。对还是错？塞浦路斯台湾大。塞浦路斯标准答案是。哇，全军覆没！台湾面积多大？36000，他才9200。是你对啊？对，好油啦！对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就没了，哎，大家的福气，再起来，再起来，才第五题啊！哎呀，我这个国家真的太少人知道了，真的哦，来。请问一下，塞浦路斯在哪？在太平洋，二在大西洋，三在地中海，第四在红海，请选择。好，地中海，好，答对。
站着哈。来，第七题，请问一下，在普勒斯有乃其岛之名称，以下何者为非？这个哪一个不是他的？哪一个他不？这个有埃及之岛的人名啊，他不是。这个是 Adolphe、Venus 跟 Dionysus， 是哪一个？在普勒斯有爱情美岛之，以下何者为非？啊 ，Adolphe、Venus 跟 Dionysus。一、二，有爱情美岛，但哪一个不是爱情？那一个不是爱情的，就知道是爱情的。好，学好了没？不是爱情哦，那个就是呢。B 达标，第七题标准答案是何者为非？啊 ，Dionysus， 这个是酒神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爱神维纳斯，维纳斯的英文，维纳斯的希腊文，啊，大多数就是那一个部分哦。现在他出生地就在塞浦路斯，你不知道哦。维纳斯的出生地就在塞浦路斯。这个 Dionysus 的部分呢，它是喝酒神。好，哇，那最后两题喽，来，塞浦路斯哪一个城市被土耳其军队控制过？纳拉卡、尼可西亚、利马索、巴姆斯，来猜一个，四选一。被土耳其控制，刚不是有两个国家吗？有一个希腊，一个土耳其吗？有哪个被土耳其控制过？对，对，北边嘛，对，北边的城市。好，自己选哈，那没关系，我来看一下，这一圈记。好，来，你喝。又答对了，哇，太厉害了，你来来来。来，哇，就全军覆没了，来，全部再。